love is an open door. Oh. Oh. 아이고. 大家好，我是没有戴眼镜的弟妹。这个是有戴眼镜的弟妹。我其实有了遮瑕之后，基本上。我知道你在 care 你的黑眼圈，对，就已经算完妆了。哎，奇怪，我那个在这里，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用同一个啊？你是不是快用完了？其实你要怎么看它快用完了？它好像如果还没要用完的话，它的这个会是 full 的。哦，是这里哦。对。哦。你知道你是除了伊恩之外第一个来住我家的人吗？是吗？对，平常都没有人来香港找我玩。感谢 Cynthia 让我借住他一家，不然他就要睡外面，他就要露宿街头。他露宿街头，然后可能会跟他要一张报纸。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啊，跟 Crown 出去找食物，然后才发现我们家旁边有这么多餐厅。对，而且我是边走边惊呼说，这里有一个 grocery store。这他就是完全没有出门的，完全 never 知道。但是我们吃的晚餐真的是。对，因为我们蛮想吃拉面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 Google 上面找了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拉面店，殊不知，哎，我们俩吃完觉得肚子饱了，但是内心非常的空虚。没有，我们原本去的那家没找不到，所以我们路边就是又去了另外一家。哎呦，真的是，结果买了麦当劳回来了，晚上的时候。对，因为最近麦当劳出了新的那个摇摇粉，我其实很喜欢吃它上一个系列的那个出前一丁，然后它这次出了铁板牛肉，是，结果味道非常的可怕，牛肉高汤块的味道。对，而且我很棒，要不然嘴巴上都是。哎，还好，哎，我其实吃的，因为还是有。你刚是要说，我觉得吃的很美这样子。对。你可以这样的话哦。嗯。其实我就是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沿着我原本就有的眉毛再画过去就好了。你平常会修眉吗？不会，我会就是一些比较长出来怪怪的毛，我会把它清掉而已。哎，我跟你的眉笔其实长得很像，你是哪一家的？完全已经不可靠了。它是那种一家店会进非常非常多品牌的那种店。现在居然有这种店？有啊，像是那是什么，在一个什么叫做巴黎小铺的店买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像北车有那种小小的店。对，它就是蓝白相间的那一间。就是在北车，就是那一间。画眉毛真的是一个艺术哎，就是人就是需要一点线条。讲什么大道理？还自以为好像很 wise。人就是需要点线条 ，OK？ 什么意思 ？What does that mean？ 我好好画，我等下要拍片，我傻眼，看一下。OK，What's happening？What's happening？OK、okay.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香港的咖啡啊，就是尤其是麦当劳咖啡，喝起来都咸咸的。你要回头吗？算了，你不喝咖啡对不对？嗯。你有加糖吗？没有加糖，算了，你应该不喝。对了，我昨天带他去喝喜茶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很好喝。但台湾没有喜茶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我们是喝一个叫做芝芝莓莓，然后上面就有很厚一层的奶盖，然后但是、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奶盖是怎么做成，但它的奶盖应该就是 cheese， 然后我觉得很好喝、我最喜欢的就是上面那个奶盖。其实你知道，你好像可以另外叫奶盖，对，他就另外给你一小杯的奶盖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而且他昨天点那个也是点多糖，多糖，我跟你讲多糖哦。它那个喝起来才是很 OK 的，因为它是反正是梅果哦，对，所以它水果类的本来就是已经超级不甜了。那最近香港很红那个黑糖珍奶、幸福糖跟老虎糖都超红。嗯哼，其实这两家反而都还没喝过，真的？有没有喝过？台湾台湾有吗？对，台湾有。像西门町就开了一家很大，然后排超多人。你知道豪大鸡排的新位置吗？哦，我知道，豪大鸡排的对面哦，因为它那个不是一个三角形吗？对对对对，然后豪大鸡排在这里，然后往这边是另外一条街，然后它就在这里的第一个门面的店面，是幸福堂视觉的解释，视觉图就是你自己画一下，就是这边有一条。
这边一条路，然后这边一条路，哦、然后这边一条路，哦、下次我会去一条路去看一下。现在很多人排队，很多人排队。最近台湾的饮料店越来越多，我都会看娃娃的那个饮料大评比。不行，娃娃试过之后你就试不了了，所以你要先试下。对，我要先跟娃娃讲说你要试哪一家，然后如果好喝的话，我们要先去。对，你在发片前要先跟我们说。我想要拍片喽，好累哦，我不想上班。这次来香港啊，然后他被认出来的机会比阿弟被认出来的机会高超级多，因为大家真的比较常看到我没有戴眼镜，但是看到你，然后如果你刚好有讲话，就马上可以对得起来，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是好认的。嗯，画个眼线。哎，我也在画眼线。哎呀，我跟你讲话，画眼线要专心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头发吗？不是。啊，眼影吧。应该是你的眼影。嗯。能不能大一点呢、啊？好大、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好大啊！这个放地上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哦，好像差不多了，我可以画睫毛膏了。前阵子啊，睫毛掉了一大堆，就掉一大块。现在找回来，你看这个蛮好用，你看两边。但是怎么长那么快？那你睫毛怎么？没有，我长了大概两个月吧。哦，手哦哦 ，sorry。怎么这么多？怎么这么多钱呢、啊？有很多。你看差别。哎呦，哦、真的耶！你觉得你对于香港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因为距离你上次来也有三年了嘛。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，我觉得没有要用负面的方式去讲，但是大家都显得很急促，尤其是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就是很赶。对，我就是觉得大家的步调都很快，特别明显，就是哦，好像我走路走得很慢，像我哥啊、卡斯啊、Cindy 他们走路都走超快。那是要赶去哪里吗？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负面，我觉得是很客观的事实啊。就我觉得香港的整个氛围普遍，我觉得比较压抑一点，就大家感觉压力很大，难怪他们会很喜欢去台湾，就觉得台湾很叫什么，很 slow pace。好了，我画完了，你画完了？对，还擦了一个口红。为什么影像机拍起来这么漂亮？然后这个镜子看起来很可怕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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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你不要喷这个。皮肤看起来很干。来，先喷。定型喷雾。好，好水。好，闭眼睛哦。好，让它吸收一下就行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很翘。哇，我大中分了今天，耶耶！我们今天是沉默版，沉默。我的那个标题就是说沉默的 get ready， 沉默的 get ready with me。对，其实弟妹平常很健谈的，只是太早。因为我觉得，对我来说，化妆本来就不是一个要讲话的东西。我化妆就是很安静，然后很快。就全部都弄完，所以其实我对于化妆要讲话非常非常的不熟悉，不知所措，不知所措。对，就是我有点不确定现在要干嘛。中间我还是有讲了一些东西。你就是很棒啊，你就是一个很棒的人，就像我一样。OK OK OK Whatever OK。哎呀，这个无好讲啊啦，无好讲。我们台啊，看我老了，好犀利，哪里老了？眼尾，你看这样哪有？这边。好啦，就这样子。那就要结束吗？差不多咯。啊，所以这个，假如说要剪的话，是要剪一集吗？还是 like a part of your life？ No， I don't know。就是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vlog。Literally。好，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就给 Cynthia 点个赞，然后订阅他的频道。还有啊，我大家应该都已经订阅弟妹了啦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再订阅一次，这样就变成 unsubscribe。不是，是。
到弟妹频道都要按下旁边那个小铃铛。好，身体的小铃铛也要记得开哦。好哦，那谢谢大家看我们今天沉默的 Gary Do Me， 希望是非常的疗愈的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Goodbye， 真的很会做 ending， 全程都没有戴眼镜，什么意思？好啦，让弟妹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Yeah! Love you。I love you 拜拜，好，拜拜。